好，那我们大家介绍会就直接开始搞互动。很帅的主持人，就那个戴圆框眼镜，那个黑黑那个，不，白白那个、啊。哦，怎么可能？我出生到现在18年，还没有看过比我帅的人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哦，哦，看好了，看在大家那么捧场你的份上，我还是不要带你去好了。哦，拜托带我去啊，我想要去看。哦，你真的很烦，不然。你再拜托我一次，拜托啦！好，那我今天就带你去好了。好，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不要打我屁股，我最讨厌别人打我屁股，真是很烦。好吧。
不要让我说到第三遍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讨厌编导你，我都带你去你那边跟我吵架，你真是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过，我今天穿这么帅，我就新买牛仔裤，李白你就不要弄你买哦。你说你的裤子是李白哦？我说你买哦，李白哦，你买哦，李白哦。哎 ，Revival。老刘欢迎我们三世界，三一奇学长，张一奇学长，学长，对对对。